跟我学，学说中国话，学说中国话呀，朋友遍天下。你好，师生，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我是来参加面试的。哦，那你面试哪个职位呢？销售，还有我的面试时间是2:30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毛先生是吗？对，是我。哦，那请问你的面试资料都带了吗？有，在这里。请稍坐一下。好。请喝水吧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请等一下，任经理马上就来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毛先生，任经理现在有点忙，可能要等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了解，没问题。等他忙完了，我马上通知你。好，谢谢。毛先生，现在可以进行面试了。好的。OK， 这边请。任经理，你好。你好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毛先生，欢迎你来参加这次面试。谢谢任经理，你给我这个机会。好，那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我叫马良新，今年20岁，毕业于金边大学。我在金边生活，也在金边读书。我们的销售就是需要本地人。我对金边非常熟悉。那你的专业是什么？我大学的专业是商场与财务管理。那你的英语怎么样？挺流利的，我经常用英语，而且以前公司派我去了很多国家，我经常跟外国人做交流。非常好。那现在你讲一讲你的工作经验吧。好吧，毕业后我在一家大公司做了1年销售。嗯，不错。那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我挺喜欢的，那段经历对我来说很宝贵。我很擅长跟别人沟通，从来不发生矛盾，很大的提高我的能力。比如说？我从中学会了销售电话，也学会怎么跟客户做交流。那你为什么会辞职呢？我发现在一家大公司我没有什么机会发展。嗯，这个我了解。无法从中学习到更多。看来你很有上进心哦。谢谢，我的资料里
有一封经理写的推荐信。嗯，我看到了，不错。谢谢。毛先生，那请你说一下你为什么对这份职业感兴趣呢？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做销售，我也很喜欢跟别人做交流，所以跟客户沟通都没问题。我希望在你们公司我能看到自己的努力的成果，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。那关于我们公司的产品你了解多少呢？我已经做了很不少的研究，不过也期待能了解更多。好。我的问题就到这里，毛先生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想问，这职位的日常工作内容是什么呢？最主要呢是负责销售的，可是也会和部门团队准备一些产品资料的，这些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我很喜欢和团队合作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好，任经理，再次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。不客气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毛先生，感谢你参加我们今天的面试，我们会跟你保持联系。好，谢谢，期待你的好消息。好了，再见。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是毛先生吗？啊，对，是我。你好，我是你上次参加面试公司的人事部显明花。啊，明花姐啊。啊，你好。我就想通知你，你的面试通过了，我们希望你能来公司工作。哇，太棒了。太酷了啊、哦！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太荣幸了。我们会尽快发一份邮件给您，里面会有工作时间、薪水，还有一些其他细节。好，那请问一下，什么时候我可以开始工作呢？确认那些细节之后，随时都可以。好好好好，明花姐姐，谢谢你，非常感谢你，非常期待和你一起工作。好，再见。我也是。好好好好好，再见。好。